好，第二个，在建立子资料夹档案操作啊，在你建立的准考证号码资料夹下面，用你的姓名建一个子资料夹，将副档名是 GIF 档案扣到这个目录啊，然后依照档案大小由大到小排序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到我的 C 槽哈，准考证号码这边啊，选择档案新增资料夹，打你的名字，先切到你习惯的输入法。然后呢，再点类型这个标签，我点一下，把 GIF 的排起来，排好哈，然后框起来以后，编辑的复制到你自己名字的资料夹里面，编辑的贴上，贴上以后对大小点两下，让它倒三角啊，倒三角变成干嘛？由大到小有没有？然后我讲你这个不是这个长相的哈，就要点这里选详细资料哦，然后选好以后按 Print Screen。然后回到这边就直接贴上啊，贴上就好了，就上下两个啊，上下两个。